这个荷叶门总建的方法，然后我们这里过线器是装不了的，因为空间太小，我们过线器在里面挡住了，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打个洞，把里面的空间挡住，然后我们就穿到对面，穿到反面的话，我们这个过线器是这样的，是这样横过来装的。到底装好了，给你们看这个装好的视频。装好了，我们就乱了。开门关门不会受影响的。